看看这把枪，蛮改，不算枪体的改装价格竟然高达53,000。用这么好的枪，是不是感觉我当初就这么飘了？但是你们看看我的钱，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吗？因为这游戏还算良心啊，内侧充的点券以及保险箱全额返还了，有点爽啊。那还不直接起飞了？看我的蛮改 AK、五级甲、面罩头，这都是要送给粉丝的礼物啊。如果有粉丝在我们的约定地点，我就会送给他金名牌，还有这一身的装备。看看我多宠粉呀、啊！这局我们出生在了人工湖附近，离农场的两个高资源点很近，那我们就先去马厩啊，能赚钱的机会可不能不要啊。看看这游戏有多好玩，我们的队友玩的都忘了自己吃没吃饭了。游戏最好可不要忘记自己照顾自己啊！马厩现在还没来人，倒是有几个小 AI 轻松解决。对了，兄弟们，来马厩一定要看这个地方啊，有几率刷很贵的钥匙。我配个音好吧，给我配这个战斗民族的音。队友要我给他配个战斗民族音乐，满足他。二楼好像有人，大佬在疯狂的扔雷，别扔了，别扔了，都给我炸出耳鸣了。没人，不会被几个手雷吓得落荒而逃了吧？来看看外围，有没有人想偷袭我们？哎，这里是不是有人？还真是，搞偷袭直接干掉，蛮改枪就是好用啊！我要是个裸枪肯定打不中。兄弟们，蛮改枪的重要性仅次于好子弹呀！有脚步，冲冲冲！大佬在扔雷，对面也在扔雷。哎，别扔了，都给我炸残了！等等，这个角度不会就在这个柜子后面吧？Hello， 小伙子 ，surprise， 嘿嘿，直接干掉！别说他是萌新不会听脚步啊，队友的雷早就给他炸出耳鸣效果了，能听的就怪了。打药打药，队友直接冲下去又干掉一个耳鸣的小伙子，舔包喽！不是，这人12级了，还是个大喷子，雷倒是带的不少啊，带点好装备呀、啊。等会儿还有脚步，听的就在我这一层，别慌，队友们，我来了，在楼梯口吗？ No. 不对，他好像上去了，那我就在这架着。队友说是个满套，也就是全装啊，太棒了，终于来一个可以一战的对手了。来了，直接扫射，完蛋没干掉，直接冲，在左边出来了，直接扫射，倒下吧你，成功干掉。这人什么装备啊？要不是我的五级甲，我早就完蛋了。叫队友们来帮忙架着，以防还有其他人。直接趴在地上打药，听队友的意思好像没有真人了啊。舔包，刺激呀！这人是四级甲 M4， 他要是五级甲，完蛋的可就是我了呀。嘿嘿，幸亏我装备好一点。这游戏非常的真实啊，不像其他射击游戏，就100滴血，打完了就死了。这游戏是分肢体的，哪里被打了就打哪里的药，四肢和胃还好说啊，心口和头被打了可就定完了。对了，可不能忘了给粉丝发福利啊，把 AK 给队友，拿着蛮改 M4 去我们的军阳福利屋看看有没有粉丝老弟啊。军阳送福利了啊，这局没碰到粉丝啊，有可能碰到了但是直接被干掉了。兄弟们，再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福利屋的具体位置啊，如果你们下图没有捡到什么东西，可以来这里碰碰运气，我会把金名牌还有一身装备都给你的，碰到我就直接暴富了呀。OK，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！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。